大概这口径是。哎，好，一、二、三。这是错给你啊，我们要成家了。看你那手抖抖垮垮的，把好的留不去了。那你供他个花，那跑的男的都去丢不丢了？再搞试试。吃心不甜，那就是政府为了这个改善种植环境，做好这行动促进事。有你们几名个老板同事摆一下。啥人有啥人的那个福利，那这样是这样。他有他的名分。我觉得你是好人，能干你。我那就是该做点什么，不管你是谁认识的人，还是啥人。马上就要搬进这个宽敞整洁的楼房了，请问你现在心里想些什么？我不要，我弄你这条的，咋不碰我的事？